来，我这个阶段，咱的故宫舞台演出哦，哎呦，请你们去做咱所有的歌迷来给咱欣赏哦，嘿，来，我们用健康的眼光来欣赏，哇！全是钢管的感觉，看你怎么呈现啊！啊，老婆的礼拜站起来，记得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哟，请用吼！现在先来个地板动作，来，然后。会辛苦的，哎呀，到十一点辛苦。
十点半。来来来来来，全家一顿啊！哦，你甲看，你看看，哇，柔软度非常的好。一量啊，你的全家一量来，甲电脑出来。摸出来。哎，对啊，咱今仔日咱就采取在台上，在台上当鬼主就好了。哦，我们没有要下去台下，咱不要落去台下哈，啊，所以咱站台顶。把你会的绝招通通都给他拿出来，加油！你的辛苦，老板都知道啊、哦。可是要加薪水办不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连实力看出来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好不好？